玲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快走，还在磨磨蹭蹭些什么呀？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要小心，这些雕像一定是弄刻刻的。当心！五星蚂蚁，想不到你们真的敢来神木顶。也好，那你们就在这儿看着神木国的毁灭吧。我不是五星蚂蚁啊，不如先把我翻了。哼，你们会看着这棵大树枯萎倒塌，神木国就应该毁灭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把所有蚂蚁变成木雕，丢进火里去烧，碾碎了去做花肥，做成凳子，做成地板，永远被做被踩。把他们身体一部分变成木雕，当着他们的面碾碎。吴伯伯，你用不着这么残忍吧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以前神木国的那个天才雕刻家。神木国天才雕刻家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在你们面前是黑魔军团的怒柯柯，是要毁灭一切的怒柯柯。神木国有史以来最具天赋的雕刻家，他曾经是神木国的骄傲，是布兰星最闪耀的明星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个天才雕刻家突然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不久前他又忽然出现了，但这次他已经不是雕刻家，而是一个恶魔。怒柯柯，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告诉我。
你想知道吗？我曾经是神木国最著名的雕刻家，每当我创造一件新作品，就会得到国人无数赞誉。可是有一天，一只陌生蚂蚁向我发起挑战，胜利者才是神木国第一雕刻家，而失败者就永远不可以再拿起刻刀。当时我根本不相信谁能在雕刻上胜过我，于是我答应了。结果对方使出卑鄙的手段，我不但输掉了比赛，一只手也废了。那些嘲笑侮辱我的蚂蚁们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原本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这时天启将军出现了，是他赐给了我暗黑力量，向神木国展开报复。我会让整个神木国感受我的愤怒。我看你输得不冤呢。你说什么？这现在你的那些雕像一个个稀奇古怪的，难看死了，还摆在街上吓人。你手受伤之前雕的一定更难看吧，那就难怪会输了。给我住口！什么？居然被你们逃出来了？雕出小计，还想困住我？雕刻风暴！快，抓住他们！你行不行啊？快点啊！我搬不动啊！木星蚂蚁不是能召唤机甲吗？对呀，我怎么忘了？可恶，快给我出来。嘿，木星蚂蚁，快出来！快投降吧，木克克！交出宝物，我们就放过你。投降吧。想得美，上！混云水
要干什么？换淋水泡。雕刻风暴。换淋水泡。先解决你。木吞吞。神魔龙前辈，怎么办？我的力量根本无法破坏结界。要破坏结界，单靠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。那我要怎么办？请您指点我。闭上眼睛，用仁慈之心感知神木国的所有生命，他们会为你带来大自然的力量。用仁慈之心感知神木国的所有生命。我明白了，神魔龙前辈。雷震震，凤小小，你们的脸肿得跟猪头似的。老大，他说的没错耶。笨蛋，现在是笑的时候吗？一定是五行蚂蚁干的。我饶不了你们，铁血雷托。太好了，投降吧，陆哥哥。投降？我有天启将军赐予的黑暗力量，你不可能战胜我。木吞吞，用你的仁慈之心感受生命的力量。妙笔生花呀！
雕刻风暴。诺克哥，你输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，只有用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生命，才能得到他们的力量，而这些点滴汇聚而成的强大力量是不可战胜的。用仁爱之心。努克克，醒来吧。我认输了。嘿嘿。木墩墩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想是天启将军的暗黑力量吞噬了你的身体，但你的内心并不是邪恶的。我相信神木国的天才雕刻家也一定有着一颗仁爱之心。我还是雕刻家。雕刻家。木墩墩，亲爱的五行蚂蚁们，恭喜你们再次圆满地完成任务。木墩墩，快去取回灵珠吧。谢谢你，木墩墩，我会带着一颗仁爱的心继续雕刻下去。我要继续磨练雕刻的技艺，并为过去犯下的罪过赎罪。是时候踏上新的修行之旅了。等你修行结束，我一定来看看你的新作品。木墩墩，就差你了。来了。